当地时间十八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珀斯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出席第七届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并致辞。 在听取两国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回顾中澳建交五十二年走过的历程，双方只要尊重彼此国情、制度和核心利益，就能不断筑牢相互信任的基石；只要坚持坦诚对话、包容理解，就能妥善做好矛盾分歧的管控；只要秉持开放合作、相互成就的胸怀，就能取得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我们要从这些宝贵经验中获取智慧和。 启迪，把牢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李强指出，要将中澳经贸合作置于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加以审视，从而更好地把握大势。中澳发展彼此受益，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中澳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澳合作前景广阔，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希望两国企业家持续深耕传统领域合作，着力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 产业，并为推动中澳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贡献力量。中国正在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机遇，携手奋进，不断取得更多丰硕的发展和合作成果。 阿尔巴尼斯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澳中关系企稳向好，两国工商界合作热情高涨，澳方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澳方愿同中方一道，积极面向未来，推进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互利共赢，造福澳中两国人民。